虽然个真影响，真侪所在跨年活动纷纷取消，但是有一挂登山爱好者选伫登山庆祝。位伫信义乡百岳之一滚大山，位登山口到珠峰3.7公里的路程，沿经过海拔3000多公尺望向山气象站。虽然过程有一点仔辛苦，但是爬到山顶欣赏到360度云海美景，佮穿上国旗装，迎接新的一年，也是非常意义。配合防疫的工作，民众以无同款的方式来迎接新年，尤其是到无人的关山，穿国旗衫来庆祝工程成功。新年快乐 ，Happy New Year！ 2020的最后一天来爬，来爬峻大山，给自己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。位伫信义乡的滚大山，位登山口到珠峰3.7公里的路途。虽然有一点仔硬道，但是看到云海的美景，非常的幸运。有始有终，然后今天就是要迎接2021年的那个新的开始。然后因为今天天气也很好，很不错。看到那个大山又大景，又碰到大家都很健康，很不错。这群爱好大自然的朋友，利用连续的假期，骑新买的机车，进入山区的林道来体验。因为高海拔气温的变化，沿路有霜冻，到山顶日出非常的特别。对，这是我们第一次机车露营，而且是第一次走林道，然后第一次跨年，所以有很多第一次。我觉得我是用自己很喜欢的方式来结束这一天，然后展望下一个年度。然后今年有很多很不平静的一年，希望在今天全部都可以结束。然后很开心跟我的好朋友。在2020的上尾一天，登上群大山来看上尾一天的夕阳，迎接2021年上水的日出甲云海，是上盖赞的登山回忆。记者黄龙坤采访报道。